中秋节倒数一个月，蛋黄酥大战已经开打。其中蛋黄酥内馅必用的鸭蛋黄，之前呢受到了凯米台风重创情场，不少蛋鸭被豪雨冲走，导致鸭蛋产量减少。已经一年多没有调涨的鸭蛋价格，也从每斤48元涨到了50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不少糕饼业者只能够吸收成本，也有店家微幅调涨。部分高价的蛋黄酥，一颗甚至卖到160-170元。刷上一层蛋液，放上黑色芝麻点缀，再送进烤箱高温烘烤，一颗颗金黄饱满的蛋黄酥出炉。位在台北市大安区这一家甜点店有蛋黄酥界的天花板之称，每一颗平均价格根据不同包材，大约落在158-166元之间。我们面粉从年初到现在涨差不多15%。蛋黄的话，一颗大概涨20%，奶油的话涨差不多20%。再调整我们就少卖而已，我们可能不会再涨。除了人工包材成本大涨，原物料也涨翻天。其中蛋黄酥内馅必用的鸭蛋黄，之前因为凯米台风重创部分鸭舍，不少鸭子都被豪雨冲走，鸭蛋产量也大减。再加上已经一年多没有调涨的鸭蛋价格，又碰上中秋节档期需求大增，目前也从每斤48元涨到50块，也创下历史新高。搞不一年才才涨一次，就是涨2块到最高峰了。中秋节过后我们就降价，毕竟不调涨也不行哈，所以部分比较平价的哈，所以有些已经接近成本的，也需要微调一些，看价钱哈，3-5%了。比较几家饭店的蛋黄酥礼盒，换算下来每一颗也是破100元，甚至飙到170块，涨到便当价。目前鸭蛋价格是否连带影响到整体糕饼类的食品售价，后续还得持续观察。记者魏婷、余玲宇特报道。